三小只一起吃冰淇淋。姐姐和哥哥在哭什么呢？想跟周姐出去一下，然后一会儿回来我们一起吃，好不好？拜拜。就这么走了？不知府去干嘛？怎么不带我？小小的脑袋大大的疑惑。姐姐刚才说什么来着？让我等他们一起吃冰淇淋。咋不说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冰淇淋都要化了，我可怜的冰淇淋啊，好纠结啊。姐姐怎么可以这么信任我，把我和冰淇淋放在一起？你看这冰淇淋在诱惑我，大家要帮我作证是冰淇淋先动的手。哥哥姐姐还不回来，我都被冰淇淋欺负了。哎呀，没办法，只能我自己先反抗了。小小冰淇淋还敢诱惑我，看我不吃了你。看吧看吧，果然化掉了，我先吃上果然是对的，不然大家都只能喝汤。